大家好，我是张嘉欣 Ayana， 我是 Now Sports 的主持。今届世界杯我亦都系会担任主持呢一个角色啦。除咗咧喺开赛之前会同大家讲下一啲花边新闻同埋一啲球场嘅天气之外咧，同时喺中场嘅数据时间都会见到大家嘅。今屆世界盃嚟講咧，我自己就不嬲都冇話特別好支持啊，或者中意邊一隊國家隊嘅。咁但係咧，因為我自己係阿仙奴嘅 fans 啦，再加上咧，我最中意嘅球星就係艾朗南斯。咁所以咧，世界盃咧我就會支持威爾斯啦。雖然咧，我諗佢哋同組嘅對手啊，都應該唔係咁容易踢嘅。再加上佢哋相隔咁多年，就再一次嚟到世界盃。咁南斯我諗佢嘅年紀都有翻去到咁上下㗎啦。雖然唔肯定會唔會係佢最後一屆踢世界盃啦，但係我都希望喺呢一屆咧，威爾斯可以踢出一個好嘅成績啦。但如果我自己嘅心水球隊啊，我覺得今屆巴西會係好大機會攞到冠軍嘅，因為以佢哋嘅人腳陣容，真係前中後場啊、門將方面都好咧，都好完整，我睇好巴西。以前我就會成日都淨係比較睇重前鋒嘅角色嘅，因為覺得好多時贏波你要靠有人入到波，咁所以前線嘅球員我自己不嬲都好睇重，但係。不如唔好講個位置啦，我自己咧係近年嚟咧，我係越嚟越覺得隊長呢一個角色好重要，因為喺一隊球隊入面咧，我覺得要點樣去團結到成隊波啦，無論係入完波之後可以係即刻 gather 翻啲球員嚟啊，作出一啲鼓勵嘅説話，甚至乎係失球之後點樣可以去鼓勵翻啲球員啊，或者有時我見到可能係啲烏龍波又好，啲球員自己後防出錯又好，我覺得隊長咧，如果係嗰下可以係真係行出去喺個球場上面講翻一啲係好鼓勵到球員嘅説話嘅話，呢件事係對於成隊球隊點樣去重整翻佢哋個信心好重要咯。呢個問題啊，如果我作為一個阿仙奴嘅球迷嚟講嘅話，我梗係好希望佢可以繼續喺場上面發光發熱啦。但我唔知道曼聯嘅球迷係咪咁諗啦。上一屆世界盃咧，就係我自己第一次參與一個咁大型嘅賽事啦。雖然之前都一路做咗幾年英超，但係對於我嚟講最深刻嘅咧，我諗應該真係第一場賽事，因為當時係第一次參加過咁大型嘅賽事啦，同埋我記得咧嗰陣係第一次去嘗試。在中場做呢個 live 嘅中場統計，嗰陣咧好多人可能喺睇嘅過程當中覺得其實中場統計都係得40秒啦，同埋我自己都好明白嘅，好多時中場統計嗰一下咧都係大家廁所位嚟嘅，多數都係咁噶啦，係咪？即係我自己睇完波都話，下半場啦，咁啊即刻去廁所咁樣，中場未必可能有太多人留意，未必可能有太多人睇嘅，但係偏偏嗰40秒對我嚟講咧，嗰陣特別係第一場就係一個。最刺激、最緊張的一個位置，很多人之後都有問我哋，哇，係咪都有人寫稿俾你㗎？你都係背嘅啫。可以咁講啦，因為應該係話前面喺開場之前嗰啲咧，好多時都有稿嘅。咁當然都會有威塔問下我哋啊，有冇啲咩特別想講啊？但係中場嘅時候咧，嗰幾十秒就真係冇稿㗎啦。因為係唔會可以有人即刻完咗場之後即刻寫40秒嘅稿，然後俾我哋即刻背噶嘛，咁所以都係透過自己一路睇上半場，然後一路講出嚟啦。跟住喺第一場上嘅第一場賽事嘅時候咧，真係臨 roll 機嗰一下，我哋一落到現場會聽到耳仔聲，我哋會聽到好準備5、4、3、2、1咁噶嘛。嗰下好似係我入咗行咁耐，第一次直情係聽到自己嘅心跳聲，因為真係好緊張啊！嗰種感覺係真係從來都冇試過啦，但係都好幸運啦，覺得可以喺成個世界盃度擔任到呢一個角色，同埋對於我嚟講都係好
學到很多東西啦，同埋都很開心嘅，所以都很開心今屆世界盃可以繼續擔任呢個崗位啦，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啊！我自己其實我拍 YouTube 數數下都真的拍了很多年，算是很多年呢，六年咁樣咁上下啦。最初頭是由旅行的 YouTube 片開始拍起嘅，咁初頭只是因為我自己都幾中意剪片，咁然後我又都幾中意講嘢啦，咁所以喺去旅行嘅時候又想留念嘅時候咧，就開始拍咗啲 YouTube 片，跟住就發現，誒其實都幾好喎，因為咧我自己係一個對一啲發生咗好耐嘅嘢好容易冇咗記憶嘅人嚟嘅，咁反而咧睇翻成個 YouTube 自己以前。記得幾年前之前拍的片咧，就會啊，原來嗰陣去旅行又發生過呢些事嘅咁樣咯。所以到依家為止，我都幾 enjoy 去拍 YouTube 呢一樣嘢嘅。興趣，我個人咧其實最大的興趣就是留在家，因為咧我是一個超級宅的人嚟嘅。如果冇咩事咧，我係真係可以七日都留在家不出街的人嚟噶，咁但係好多人都會話：哇，喺屋企有咩做啊？你究竟即係有些人會覺得哇，留在家一日已經很悶啦，可能好像之前疫情咁樣。但係我就是在家慢慢可能上下網啊，睇下片啊，乜嘢都睇下，跟住剪下片啊，咁樣又過一日噶啦。所以依家講出嚟都可能冇乜人信，因為可能好多人都覺得啊，你好 active 啊，好中意去更新啲 social media 啊，又好點都好啦。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就真係好悶嘅，我個人我係都幾中意留喺屋企啦，甚至乎話係如果例如好似平時嗰啲工作比較繁忙咧，我好中意盡量將啲嘢擺曬喺一個星期嘅三日或者四日。總之我一定要令到自己有一兩日是可以完全全日留在家，什麼都不用做，這樣就最好了。我最近就剛剛在韓國回來，一共去了16日，就好像我剛剛所說，我覺得即很多人都會覺得哇，很開心，我去了這麼多日，好像放了個假回來一樣。但首先因為我去旅行呢，我就差不多每天都有拍片，所以基本上是機不離手，長時間呢都是一路去旅行一路拍片的關係呢，人好像都還是感覺在上班一樣。跟住加上每一天出門口，因為要拍片啦，所以又要化妝啦、整頭啊各樣嘢啦。跟住我覺得個感覺好似翻咗16日工咁樣啦。然後去到最尾嗰幾日咧，我好似係直情開始同身邊啲朋友講，我從來冇試過咁想翻香港。因為咧，對於我嚟講咧，好似我啱啱所講，我真係好需要咧間唔中可能一個星期要有一日係全日留喺屋企嘅。但係呢16日，因為日日都出街，然後日日都要拍片，跟住我就到後期開始覺得，哇！可唔可以揾一日係唔使出去呢？咁當然啦，但我覺得去旅行都係開心嘅，同埋咧喺我拍片嘅途中，其實都係好想，例如有啲咩食咗覺得好好食，或者係食完覺得哇都唔好食嘅，即係我都好想警示話俾大家聽唔好去。咁所以喺透過呢個過程當中，我都係 enjoy 嘅，都好希望大家可能睇到條片，睇到我嘅一啲評比嘅時候會有啲得著咁咯。美思，這個問題答點解？我怕好似引戰咁樣喎。呢個係個人感覺嚟嘅啫，即係雖然 C 朗都佢琴日好好啦，好好波啦，但係我對唔住，呢個你會唔會打手嗰個？唔係解釋啫，咩啊？好驚，好驚啊，好驚，因為好驚啊，加上因為咩話？是啊，會引戰的喎，唔解唔解釋咁咋？所以一定要解釋咯。我覺得咧，其實兩位球王係冇得比較嘅，只不過咧喺我自己，因為以前有做過西甲嘅年代啦，咁所以嗰陣其實都即係睇好多巴塞場波同埋巴塞啲波，同埋加埋我覺得梅西個人係都幾 humble 喎。咁佢喺球場上面，雖然我睇嗰陣已經有好多人覺得啊，佢好似係散步啊，好悠閒咁樣嗰種狀態啦。但係當佢真係攞到個波嗰下，喺個球場上邊冇人拎到佢個波嗰下，我真係覺得好慘，好有型。
荷蘭啦。荷蘭今季在英超嗰種表現咧，即雖然很多人都覺得好像玩爛了英超咁啦，但係佢嗰種狀態，我覺得是真的 respect 嘅。再加上佢成個啊，無論係身高啊、速度啊、得身位又好啊，都是真係依家呢個英超，我覺得係其即應該係話當今球壇其中一個最厲害的前鋒啦。但麥巴比咧，佢都好勁，但係主要是我覺得個人好像有少少飄過咗籠，即係再加上佢好似依家喺球隊入面又有好多是非啊，再加上佢自己喺法國國家隊之前又再係提出咗其他一啲個人要求啊，都同國家隊嗰邊嘅足總好似撐得好痕咁樣，所以我揀荷蘭。我唔要啊，好難揀啊！原來唔要 V 唔要旁，唔要旁正係擺呢邊。我覺得有時其實 VAR 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因為有很多在球場上面的時刻。在不同的角度咧，旁證嗰個位置未必睇得清楚，跟住同埋有時有啲球員嗰啲陰陰濕濕啊，好細微嗰啲位咧，好似真係要靠 VAR 放大先睇得到。門將，因為咧好簡單嘅啫，因為我覺得十二碼擋到的機會其實都不是咁大，咁如果十二碼你嗰個波擋唔到，其實人哋未必真係會鬧你，擋到你就係神啦，擋唔到大家都唔會鬧你。但如果你做刽子手，你嗰個十二碼射唔中嘅話，就會有好多人鬧你。細咯，但我自己都好中意打機嘅喎，睇波咁，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打機嘅。但是我覺得兩個人看波嗰種，即係唔好話同邊個啦，總之有一個人在你隔離同你一起看波，喺度嗌啊，只要電視機嚟鬧嗰種感覺咧，好好。PCM 月刊已經已出版 ，Cover Face 有我張嘉欣，大家記得支持啦。